魅力四射，兼具美貌与智慧的劳拉·克劳馥不仅是电子游戏中最成功的女主角，也是众多游戏迷心目中的一位女神。今年这位《古墓丽影》中的女主角已经10岁了。为了庆祝电子游戏《古墓丽影》推出10周年， Eidos 公司决定在今年6月1号推出纪念性质的一款新游戏《古墓丽影》周年纪念。在新版游戏中，20岁的模特卡里玛取代著名影星安吉丽娜·朱莉，成为新一代劳拉的形象代言人。为了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劳拉，卡里玛在英国皇家陆军接受了魔鬼训练。新版劳拉的形象更加丰满，同时也更具力量。她可以连续做一组高难度动作，既可以借助绳子向上爬，也可以潜入海底。1996年，系列游戏《古墓丽影》推出了第一集，10年来已经累计销售超过700万张。尽管